有着阿勾称号的周游，因年少时考进文化工作队而开启了他的表演工作。虽然在演艺工作上有着卓越的成就，但是他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。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因为伊也生太济啊啦，阿哥最后迄个要生我的时吼，多七月嘛，阿哥多一我一落地，他就被日本便衣警察抓走。哎呦，所以他一回来吼，都看到我就足讨厌。啊，所以讲啊，这破计查某，就这样，尤其是我啦哈，我出事都一直甲，因为讲我介对客对枪嘛，所以就一直要甲送互人。啊，你们去送互啥物？较早开塔古市的，吼，啊，就结果我阿妈就讲，哎呦，迄然后做开迄落去迄落塔古市行吼，迄个是啥物？红衫穿一边啦，唔好啦。哦，啊，我阿妈就叫阮大兄去甲头铺转来。哦，啊，了后，就再过去学一个啥物照相馆。啊，迄吼足疼我。拢要分人，拢要甲分人嘛，嘿。啊，但是拢分无出去咯。分无出去啦。啊，分无出去，尾仔踮厝内啊，但是较幸运嘛。我妈妈维护着我，我妈妈还那个。好，啊不。但我。了后吼，搁甲保持掉咧，结果我生一个小弟，出事就死。啊，外公是我，嘛是我破计，搁外面一个阿姊嘛死。啊，一个阿姊，迄是破病，啊，唔知安怎死嘛，讲是我气死。哦，所以阿妹啊，啊，恁阿母嘛搁死去。以前医学不发达。安尼哦。啊，阮阿母死的时候，我就知影啊，我家己带袂掉。我这个厝我都搁带落来，所以阮妈妈死都还袂出山，我家己包好啊，款款的，赶紧来去哦。迄照相馆的了，啊，搁是足疼我，啊，不是叫我去因家，啊，家己想要去。啊，结果去的时候，阮妈妈还袂出山嘛，我就家己带一哭啊，暗时啊半暝起来看，她不忍心。看这四五岁啊，囡仔咯，半暝啊，都爱起来眯咧，迄个蠓大咧，诶边啊吼，啊都遐哭哭。啊，是讲你奈无爱等恁老母出山？是啊，所以我迄个看我哭干咧吼，啊你先咯，我想阮妈妈，爱阁想阮妈妈阿未出山，所以那夫妻两个人也蛮好的，就把我又送回去。哎呀，是讲尾啊，恁老爸阁娶噶毋是？就是娶后母。啊，娶后母是娶来恁兄弟姊妹，大家拢。足好啊！哦，袂带来，阮一家都安尼乱糟糟啊！大概都，阮阿妈都带先跟我们讲说，你甲看绝对袂出后母，就先出后爸啦。哦。啊，阮阿妈都敢教讲，即马开始拢甲叫阿爸，都叫阮爸爸。我本来拢叫我多少。但是恁这个阿妈是恁爸爸的亲生老母对不？亲生啊，但是伊一直无爱，伊甲阮妈妈感情足好个，啊，所以阮妈妈死的时一直无爱伊娶。哦，伊讲你莫娶，等你嘛后生新妇拢。所以伊这叫做新的无来，唔知影旧的好报销。对啦，啊，都反正一旦要娶后母入来吼，所以阮阿妈反对，阮大嫂、大姐、所有的大姐都反对嘛。啊，但阮妈、阮爸爸一直要娶入来，所以百日来的是，较早若要娶，若要搁续弦啦吼，一定爱七百日来，一定都爱娶。可能吼，恁爸还未死的时阵哦，恁爸就恁母还未死啊。对了，恁爸还未，恁爸都去打掉。不是，哎，有些你讲个哦，阮爸胖，阮老母还袂死，还袂死，你老爷查某啊，有熟识啦，人两个感情较好啦，啊，所以死了无偌久，迄个时阵四十几岁啊，死了老爸有等我吊死命，啊，这偌久，两三个月就随便搁甲娶入去。以前，但是这个阿母确实讲，较早真正有熟识，伊捌不是来阮家，对恁是好无啦？对阮，礼拜六，礼拜六，礼拜啊，啊，阮。阿嬤就跟他反对啊！啊，以前是来的时候是拢去找阮，对啦，我有听阮阿嬤讲过，讲较早吼，阿未阮妈妈阿未死的时候，伊若来，阮爸拢讲，迄个三八查某来创啥？吼，啊有时阵佫跟妈妈讲，我若等下，你都甲赶叫伊走，好像也很排斥他。啊，很排斥，袂啊，是安怎那会好去？啊，可能阮妈妈死了后。他也来帮忙，来什么？大概不晓得他中间他们两个感情不要怎么样。大
时候如果说未婚生子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所以我迄阵叫多怀孕哈。无啦，迄个时阵我即马甲你讲，伊即下讲了嘛歹势，就是拢工咧迄个工队滚水，近水楼台。对。然后我阁甲你讲，我家己有心，我嘛，我一直讲说，我一定到我结婚的时候还要保持我是。处女的在世女，哎，在仙路，迄个叫做在仙路哈。这样吼，我家己有心，我唔知讲，我已经我有心。我哎，一个迄个内底徐以兰徐大姐，你唔知怎样？较早也讲过，真出名。我知。徐以兰唱迄个，迄个大鼓的，大鼓，哎，对。伊讲哎，你可能是怀孕了。我說我胃痛要吐啊！我想我也无安怎，我也无去跟人安怎。哈？啊，伊内心真是无跟人安怎吗？哎，当然。哎呀，你都比较紧张。不是啊，伊讲我无安怎，我真是相信的嘞。哎，我相信我无安怎是不一样的对哦。到迄个时阵哦，伫文化宫迄阵都十几岁啊，还袂迄落啊。啊，同事之间啊，内底都有一个对我较好，啊，我想讲，都足侪好心拢来咧赞嘛。啊，对你拍过讲个，啦，痛痛痛个咧，有一个拍过诶吼，啊，拍，啊，爸爸啦，迄个人吼，我认为讲，诶，这个大概，啊，伊个未婚妻，伊个结婚过，啊个结婚了，个离婚过，一个未婚妻啊，特别结婚啊嘛，所以我就跟他好像没有房，反而那些咱咧哄诶吼，迄种程度。电脑比较新，啊，结果他就每天晚上啊，请我吃宵夜啊，或者什么，啊，迄个时阵都伫成功中学，我那讲的对起济南路的，这里了。那晚上啊，有时候就会，去吃宵夜。没想到他突然就来了。突然，霸王硬上弓，硬上弓啊！我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是讲红公和青蛙卡呀，然后以前我们也不懂，好可怜，他就拉我的手，我吓死。开始的时候真的说，我怎么会那个时代，尤其说未婚生，我家里又长辈哥哥那么多，都有头有脸的，那我这样回去，怎么办？我对我爸爸，对我阿妈，我唔知要安怎去讲去，所以很为难呐。后来就。也不会不敢到医院，什么医院要去什么堕胎啊，什么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，我就好从那很高的地方跳下来。因为无法面对未婚怀孕的压力，周游竟曾在坟场上吊。你吃什么油啊？那个上面红花哦，安徽，然后自己就想不开，后来也掉不下来，就跑去蒙阿波，甚至要去上吊。所以很为难呐，后来就也不会不敢到医院，什么医院要去什么堕胎啊，什么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，我就好从那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也没感觉，又从爬上去又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跳来跳去，孩子就是硬要跟着，去个争不到啊，都是要个老都丢了，老呗，啊个去吃什么？油啊，那上面红花哦，安徽，然后自己就想不开，后来也掉不下来，就跑去蒙阿波，甚至要去上吊，结果上吊不成，还是回来又要去找对方，所以想找对方。你哪不先？你怎么没有先找对方？没有，我后来已经知道他结婚了。那又去不是破坏人家？那他也太坏了，你管你哥姨。结果我后来还是去找他们，叫他夫妻两个跟他妈妈看要怎么样，告诉我。对啊，上少摆我就交代啊，对啊。啊，到尾啊，结果没结论呐。哎，送我回来到台北呢，佮送我回来台北的车上，我连看都不看他，跟我讲话我也不讲。啊，上你上来拢唔免赔偿吗？有，他妈妈有拿。一些钱要给我，说叫我怎么样子，我的个性很强，我就是不要。结果后来他有用寄的寄给我，我也想那个时候真的我走投无路了。
妈妈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严父加慈母的角色，她一直很忙，然后她那些忙碌很多是很多那个忙碌是她自己让自己很忙，她一刻不得闲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，她非要盖个房子，盖房子也没有关系，然后她还要，反正她就是东南西北到处跑，还要去卖冰，还要去。卡边卡个七龙坡去，然后阿哥圣经圣家就闹丢嘞，就是，其实你说不舍，就是他其实可以到休息，可以休息的时候了，那可是他就是不肯休息。从小到大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放弃过我。的脑膜炎差点死掉，他没有放弃我。我在学校念书念得不好。他想办法帮我找书念。我在我的工作上面不顺利，然后他也从来没有说不支持过我。其实这些话我可能从来没当他面说过，从来没有，在我们家没这个习惯。我们不太会跟妈妈说我爱你，可是我也不太，我妈妈也不太会说啊我爱你，我们从来不讲。可是这种母子的那种依靠，其实一直很紧密的在我们母子当中，那就是这样。我对这囡仔足严的严。啊，你拢用啥讲法？还比如讲，像我妈办安尼，录音录到天光回来，哦，我就回来爱困。啊，听人哦，咧入咧入里来讲，啊，他们去爬树去。去爬树啊，去共万坡道啊，啥好人安尼入来，我知影人入来嘞，贵嘞。我想细汉偷万坡，大汉就偷牵牛啊。但系叫贵嘞，贵嘞啊无够，去摕迄个点哦，菜点嘛。不是啦，啊，迄边是吊起来拍啦。过头摆，我妈妈呢，竖到到底，迄批大笋吼，是啥物款的疼哈？我批到一零一零年啦，安尼哦，袂记啊。啊，心里会不会很气？就骂怎么这么不会啊？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小孩子其实都比较单纯，嗯，就是做错事情了，要给我们爬硬盖嘛。哦，不会，也不会 Q 魂，也不会。但为什么会未来演变到过来，个菜都被降收台？那是咱等怕戏怕通宵吼，啊，等你爱困，我听你讲。我进去，我拿刀杀你！小，这是恁囝讲的。嘿，伊啊，听一个困袂起啊，紧爬起来。哦，讲真正咚咚咚，有灶脚牙刀出。啊，一匹啊，一匹啊囝尔。啊，你是要去含说什么款的人干架？不是啊，出比教育囡仔一定会冤家啦。比你较大汉，那较细汉。袂记啊，真的不记得，仔细的被打。啊，真的有没有拿出去？拿到一半就被拦下来啦，拿到一半就拦下来。拦下来，然后就叫他跪下。然后把那个迄落我菜菜点，入去灶脚摕菜点来，拿着，菜刀放伫顶端，摆在上面。啊，你今日菜刀哪落落来？哎，我教他脚还这样。啊，你如果掉下来就会就会碰到脚。只有这样。啊，结果你自己会很害怕。当然害怕。哦，所以就乖乖啊，哎呀，手会酸啊，酸一阵你要安怎皮皮抓？后来就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打在儿身呐，疼在娘心呐。因为其实从小独立习惯的，一直是独立的习惯。那旁边有一直有家有亲戚朋友在照顾，有阿姨啊、表姐啊，所以那其实反而会比较珍惜跟妈妈相处那很短的时间。我只能很短的时间。记得有一次哈，他跟我讲的，我当他面没有哭了，转过头，他说：“爸，我不要你出去赚钱。”他叫我说多陪陪他，哦，然后我不要你赚钱，我要你每天陪我。真的听了这个话。电视台的老板啊还有总经理啊都说，你看你等着看好了，不用三年，免三年。然后旁边又一个讲三年，一年就好啊。冇嘞，啊你讲讲话啦。哎，所以你搁讲伤济。你昨起阵啊，甲恁咧拍对无？嘿，阮老大呢，甲我讲啊，迄是算的啦，迄才一个月就出来切。迄阵我是电影导演，那刚好有一个机会呢，刚好我的老师李佳导演哦，该拍戏嘛。拍《神勇娇》啊。对啊，
伊无闲叫我去替拍一集，刚好我有空，拍了以后呢，他就觉得说哇，我的效益第一，年轻。什么都自己来，快拍这戏又好，节奏又好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学戏剧的，哎，所以我们永贞的口号这个快、好、神、快、准、神的，从他这里来，又快又好。你最近打高尔夫球一关，快很准的。哎，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不需要拖，拖的反而不一定好。是，嗯，导演要拿捏的，恰到好处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这是练能量、练能力，这个跟感情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这个能力。结果我看好他那时候，其实他在电视圈有已经有人叫他叫女强人了啊。那女强人，当然我们俩一工作在一起，我们会聊了很多的这个工作的事情，然后他也讲他以前的一些事情，当然让我觉得蛮同情他的。一个女人要做那么多的戏剧节目，而且要受那么多的气，因为有当时他也请了很多的大导演了。那大导演说：“哎，我一定要用水晶玻璃般停工。”巨物去买，他其实这是我们要当导演的人，你应该拿捏啊。我们可以用装上石子玻璃啊，用反打让他感觉他是水晶玻璃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石子这是一个感觉的问题啊。就这样，从这样慢慢我们大家就是越聊，大家就有感情了。像他蛮有主见的，而且他。戏做那么多，他的人生历练非常的多，对什么事情都理解。可是他有强的一面，他有他弱的一面。因恋情不被祝福，周游竟与现任老公提出分手。有一次啊，我已经跟他讲我们两个分手，然后说要结束哦，我车子开走哦，他那身手好快啊，我窗户还没摇起来哈，他从车子外面。他的人生历练非常的多，对什么事情都理解。可是他有强的一面，他有他弱的一面。他弱的就是说，他在谈一些像他现在人家还知道他的过去，他在这那以前他从来没有讲过。以前不敢讲。对，我们也蛮同情他，然后变成你是唯一最了解他的秘密的一个人。对他，其实开始我们没有这种感情，他就是互相，大家是当个好朋友，然后。工作上的对，然后我们有时候为了感谢剪到半夜，他会弄个鸡汤来给导演吃，其实这也是蛮正常的啦。是。可是因为后来人家就，其实有别人吃醋了，就会讲很多的闲言闲语。我公司有差不多五六个导演，都是大导演，李佳啦，姓李的啦，李佳啦，李全熙啦，李岳峰啦。江南啦，哦，我在哎，阿个李朝勇，阿李耶呢，都姓李啊，哎呀，他来的长得跟我姓李的到底特别好，所以我就认为说，哎，他导的每次我一看账，他的戏都是最好，又最神，又当然这种导演我要拉住。那其实我们谈剧本，两个约在一起，人家就说在公司两个多谈，人家。指指点，其他的导演进来要跟我讲话，看我跟他讲话，我讲那么久不出去，别的导演就会吃醋。那个时候我老公也不错，那个时候丢啊，也是导啊，也是男主角，丢啊丢啊丢，能力也不见得差，可是就是周围环境哦。逼迫你，我们两个飞在一起。伊是甲你写写到尾啊，你敢那无到顶刷，刷歹势。因为是报纸啊，甲媒体无像今嘛这呢，那今像今嘛，你唔知要写到位倒位去。哎，那今今嘛安尼写，可能恁两个都无见哪里啦啦。哎，对对。恁早都公布啊。未进未早都先甲对啊，早都弄破啊，那有当我搁结交。我以前报纸嘛是哦，看家真。看家真正会看家真话。但是到尾也是已经真的啊，你再看。无无哎，没有没有。报纸啊，过来写的时阵，我两个啊没有真的，啊都甲你别甲我两个刷。便没有在一起，不说别人，压力越大，反弹越强。所以甚至我们两个有，他找我说，我们干脆去花莲啊、台东啊哪里去，多去卖面。因为我以前是拍电影、拍武侠片的导演，所以我运动细胞还不错。杀了大概有。所以我是人家对我怎么样之后，我把门打开。那人家为什么会对你怎么样？
最后说是某某人。哦，为了你去抢阿哥，所以去膜拜，叫人来给你抬。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也可能不是他叫的啦，也可能反正就是有人对他这样子，就看了袂做啦。哎呀，几个人来杀你啊？五个人拿刀啊，你拢手空诶，还可以挡掉。啊，那个五个人都要有点功夫的。那五个人就杀就走掉了。然后还有一次，后来有没有抓到人呢？我后来知道的，后来知道那个人，然后知道杀他的人呐、啊，结果他还去拜托杀他的人说：“好了，我被你杀了都没关系，那你不要为了他后头的钱没给你够，然后你又去杀他，因为他这个话有放出来说，他如果钱不给个够哈。”那我们我换到等下要去抬一个救一个人，结果去帮他付钱，我补足给你。哎呦，杀他的人我补足给你。哎呦，然后这个他身手那么快啊，都挡掉逃过一命。然后有一次啊，我已经跟他讲，我们两个分手了，然后说要结束啊，我车子开走哦，他那身手好快啊，我窗户还没摇起来哈，他从车子外面。砰！整个人飞了一在天，整个飞起来。哦，然后飞起来没关系，还就坐好。你怎么样？真的要跟我分开吗？那是很激动嘛，激动开车很危险嘛。嗯，所以人在情急之下呢，那种武侠片的功夫就是这样，因为武侠片导演嘛，从车窗一个穿趴舞，啪进去坐好椅子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卖亏。不是我要他去动，都是他自己爱漂亮动。所以有时候我在国外拍戏，我都不知道。那最近我不动，他叫我动。哦，为什么他不动，你要他动，两个一起动？以前的我偷偷去动，他最近说，你可以知道你爱漂亮啊，再去拉，这没有关系嘛，没有关系。现在你看安尼，是不是有较水？无相差，我看拢无相差呢，都差不多啦。买啦，自然就是美啦。所以李导演有没有就是你是咱都拢讲的是好的呀、啊？你无讲阿哥吧？比如讲，吼，伊什么时阵是你上届卖上届？好，你吐心声，让你好，你一个机会吐槽一下。这不是心声，其实夫妻相处哦，就是互相的。嗯，你一边强一边要弱，你两边都强就是吵架。嗯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包括阿凯他也讲了。常常有我是他的受气包呢，他外面受委屈回来，他去找我发泄。找你发泄，那当然，这种发泄当老公的呢，但要忍，忍过了以后，他也会说拍死了。在我他我不跟你发，不跟你吵，我找谁讲啊？和现任老公的恋情虽然走得辛苦，但却也得到甜美的果实。为了一圆自己的梦想，他一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园。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周游，现在开始学会好好的过生活。